来吧！我操，那吹牛逼的，来一起上来！其他的选手，其他的来宾，来，其他的人不要来，离开我们的现场，离开拳台，其他人无关人等离开拳台，无关人等离开拳台。我们的安保，其他人离开拳台。这样吧，丁浩老师在哪里？啊，您上蓝角。刚才是这样，丁浩老师，啊，刚才为什么就一局叫停？因为刚才我们的警察叔叔说呀，太乱了。如果说您这个能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在这上边，您合行吗？下面不行，人家公安不干。公安刚才是我为什么就是公安来人说不可以，太乱，不乱咱可以。我们有请红脚选手。我输了，我不服。我们有请红脚选手。现场导播请把直播关掉。有请红脚选手许小诺。来，请到红脚。好，有请场上裁判王同庆。两分钟一局，如果打的话必须跟拳台上打，因为为了安全。哎，刚才很嚣张的人怎么没了？我们为了安全，同时呢，所有的人员靠后。如果你们想看到精彩的比赛，所有的人员靠后。这样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想不想看比赛？想，那听我的指挥好不好？任何人不许下来，你们只能看大屏幕，好不好？任何人不许下来，你们只能看大屏幕。如果下来，我们马上暂停比赛啊，我们马上终止比赛。如果你们下来，我们马上终止比赛。东哥下去。所有人都上去，如果你们想看比赛，所有人都上去。安保，所有人都上去。你们想要这场比赛，你们想看，那你们就都踏踏实实的上去。如果你们想看，你们就上去，所有人都上去。想不想打？想不想看？想看就都上去，所有人都上去，大屏幕很清楚，可以吗？可以 ，OK。所有人都给我上去，想看比赛就都上去。保安，所有人都不许下来，咱们就看大屏幕啊，抓紧时间，
哎，躲开躲开，这边全躲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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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上去全上去，上去上去上去，全上去，这儿怎么又那么多人啊？上去上去上去，想不想打呀？想不想看呀？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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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留裁判摄影，其他人全上去。我告诉你们，耽误时间，一会儿就打不了了。我们无关的工作人员也到我们的台上去观看，好不好？除了我们的这个机位以外，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像机，全部都工作人员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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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那几个干嘛呢？上去。无关的工作人员全上去，正规的计分，正规的走，一切全按正规的走啊，说符合国家法律的啊。我们这次是到公安局报备的，我们有报备的红头文件。好，两分钟，比赛准备开始。徐晓东是红方，丁浩老师是蓝方。这是最像我们中国传统式的比武啊，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武字，还有我们的龙字，我们两边写着弘扬中华武德，这边传承中华武术。我们的规则是站立的规则，到地面绝对不许再打，到地面不允许任何不到地面不允许任何的击打。好，比赛开始，计时准备好了吗？向前，哎，这个架势很对，好，不许击打后脑，不许插眼，不许踢裆。好了，比赛开始了。哦，好，到地面就没有了，到地面就没有了。好，到地面就没有了。场边可以指导，是可以指导的。啊，这一边这一边确实很快啊。好，回到原位，再次摔倒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实际上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咏春的实战能力啊，实战能力挺好，真的不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表现，这是一个旅程。哎，击倒，哎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计时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一分十秒啊！一分十秒，现在谁要写？我们医生确定一下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丁老师，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取消，我们可以取消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探讨，可以吗？丁老师，还有一分钟啊！丁老师，还有一分钟啊！我们只打一局，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。我觉得刚才丁老师的表现已经大多展，哎，看这一拳展现出了很多咏春的技法。好，那么
啊，没有地面，没有地面。好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计时，计时，看一下，57秒，还有57秒。好，比赛结束，停秀。好，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。来，我们医生给丁浩老师处理一下。啊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没事没事，就是些皮外伤，就是些皮外伤啊。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和于双华老师还有丁浩老师一起探讨，在护具上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适合于中国传统武术，能让咏春的一些技法也能够充分的去使用出来的，我们共同去探讨。请两位老前辈来，双方左右一边一个，来一边一个，来，我觉得还用宣判比分吗？我觉得两个人都是胜利者。中国武术加油，中国武术加油，无论是训练功底，无论是中国武术，我们都把它叫做中国功夫。双方选手立场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王同庆老师。